当年我和安然相爱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但是老爷子不允许我们在一起。我已经婚生子，就把我的孩子给了你。你现在说什么鬼话？别打！别打！安然，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。子明他是我们的孩子。说什么呢？ 当年你生下的其实是一对双胞胎，老爷子觉得行程要夭折了，就是带走了子明。你的肚子可真争气，这一下子就怀了个双胞胎，可惜呀，这第一个你就死了，这第二个你可要好好生下来。小姐，你们要起来，你需要休息。 上次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可是男子汉保护女孩子是应该做的。我的孩子，子明，我的孩子，子明，姐姐，你怎么？我的孩子，星辰，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但其实子明他是你的亲弟弟。子明，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？ 我就是你的妈妈，真的。子明，星辰，你们俩呀，其实是一对双胞胎，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啊，林尚叔叔，你是我的爸爸吗？对呀，星辰，我是你的爸爸，子明啊，是你的弟弟。不可能，我不是你们的孩子，我爸爸是司徒墨。子明。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，但我真的是你的妈妈。子明，你不一直在找妈妈吗？现在爸爸妈妈都在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我来吧，子明，回家了啊！我不是你的爸爸，我不要给你们走。回家，走，星辰，跟妈妈回家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要带我的孩子们离开。什么？你的孩子？ 小莫，一直没告诉你，子明和星辰是我和安然的孩子，怎么可能？子明是我的孩子，你放开！小莫，接受现实，当年我和安然相爱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但是老爷子不允许我们在一起。我已经婚生子，就把我的孩子给了你。你现在说什么鬼话？别打！别打！放开！安然。 小莫，老爷子把你骗了，子明是我的儿子。那为什么爷爷不把星辰一起给我？你以为他不想我？当年星辰刚出生的时候，老爷子以为他夭折了，只带了子明走了。你不觉得在盛宴上，他看到星辰的时候也想把他抢走吗？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的。爷爷刚走。 你如果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，就不要在爷爷葬礼前闹事。好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但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好好想想。安然，星辰，我们先回家。子明，爸爸过两天再接你。 子明，受伤了。爸爸，我没事。你刚刚说太爷爷他太爷爷去天上了，以后司徒家就是我们俩。
爸爸，你别哭。我不要妈妈了，我只要你。只我们俩。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星辰睡了吗？我给他带了礼物。星辰已经睡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进屋和你慢慢说。哎，那个子明真的是你的孩子吗？是。那子明的父亲真的是司徒云裳？我不确定，但不管他的父亲是谁，他都是我的孩子，请你把子明还给我。子明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给你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母亲的感受？刚太激动了。子明他现在状态很不好，你能去看看他吗？子明，子明，子明，你拿着刀干嘛？别吓妈妈！妈妈，我不活了。子明，子明，子明，子明。我来吧。他怎么了？他最近经常这样，可能是伤心过度导致的晕厥。你怎么照顾他的？你还配当一个父亲吗？我最近太忙了，而且我本来也不会带孩子啊。司徒墨，你不能因为子明不是你的孩子就这么忽略他的感受吧？我其实很关心他的，我给他很多钱。回家。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妈妈，我不要离开爸爸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爸爸真是个猪队友。子明，跟妈妈走。走。安然，子明现在很依赖我，你不能带他走。爸爸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了，不然我就不管你了。知道了，臭小子。子明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我好难受，你今天能不能留下来陪我？子明好像有点发烧了。子明，别怕，妈妈来照顾你。你能不能对孩子上点心？我已经给他吃过药了，他估计就是着凉了，睡觉就好了。